尊上，尊上，那个晚清娘子来了，她现在人就在外面。她来干什么？她说要来主动跟尊上提亲。来得正好。没错，来得正好。本座现在就去告诉她，让她死了这条心。哎，别，不行，月泽大人，算我求你了。大木头，你站住！ 告诉你啊，一会儿你就去跟我见婉清娘子，还有，你一句话都不准说。你竟敢命令我！一个也不让人省心。